现场的大朋友、小朋友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像有点冷清，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？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要为大家带这一段表演呢，其实是给观众一个幸福的魔术。怎么说呢？常常很多观众呢在跟我们，都会问我们魔术师说，我们既然什么都能变，那到底可不可以变钱出来？对不对？很多观众都有这样疑问。我今天在这里跟各位回答，答案是可以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开放一名现场的来宾朋友们，最好是不要是我们学校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子啊，可能会有人说我们之间可能有串通啊，或者是什么之类的，好不好？我要跟征求一位观众借我一张100块的新台币，我把它变成1000块，当场送给他，大家说好不好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 ，OK 吗？好，我们看来已经有很多人造成轰动了，已经有小姐举手啊 ，OK， 来，小姐。这位小姐看起来非常贪心，走得非常快。好，谢谢。检查一下这枚100元是不是没有任何的问题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把这一枚100元钞票呢变成1000块的钞票。你看哦，好，忘了跟大家讲，通常魔术师变出来的钞票都不是真钞啦。好，没有没有，开玩笑，一定是真钞，而且绝对送给这位小姐，好不好？大家说好不好？好嘛，好，记好，这边有一张100块的钞票，右手没有东西，左手没有东西，仔细看好哦，我把它对折，对折，再对折，你会发现它变成一张1000块的钞票，各位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看到？1000块。没有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没发光。只要轻轻吹口气，你会发现它颜色产生了变化，而且就会变成一张1000元钞票。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刚刚带位这位小姐，1000块，那小姐真的有福了。小姐，恭喜你！检查一下，给旁边周围的人检查一下，是不是真的1000块？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待会20分钟，我们都表演这个魔术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吧，我想你们都疯了。好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既然这样好了，大家都想要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没关系，大家通通都有。老师，麻烦你。白色的。想要吗？想不想要？好，看不想要。想不想要？下次再来啊。好，我今天表演的魔术呢到此为止。我是魔术师曾柏林。那我接下来呢，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。主持人。